Hello， 我是 Rachel 啊。最近有不少酒店都推出外卖自助餐体验，今次来到这间尖沙咀酒店看看抵不抵食先。去到餐厅，店员会给张点菜纸你揀嘢食，然后就会 pack 好晒俾你拎走，即刻翻 office 试下先。翻到嚟啦，即刻开嚟睇下先。这个外卖有沙律、冷盘、汤、主菜和甜品五道菜。讲下冷盘先，大家可以在三盒海鲜入面揀一盒，有鲜甜蟹脚同虾、小龙虾蚬和青口，还有刺身拼盘给你揀，加钱还可以吃埋大大只龙虾添。而主食就真的很丰富，可以在11款入面揀3款。我就揀了肉质很嫩的羊架，还有淡淡肉又大件的肉眼扒和牛仔骨。至于甜品，我就推介榴莲三文治和榴莲斑斓卷，充满榴莲蓉。除了外卖自助餐，还有这个三层架榴莲下午茶。部分甜品用猫山王榴莲制造添加，想知更多 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